大家好，我是采耳姑。接着更新视频啊，289期。不知不觉的，大家陪我度过了289天啊。我们单说视频更新的这一天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些陪伴啊，谢谢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是现在开始的这个视频啊，会用到我一个特别，我觉得现在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工具啊，是我自己制作的，我觉得用来处理这个鼓膜夹角的这种钉钉呢，我用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，我觉得这是我最伟大的发明了。其实我们在处理外耳道的时候啊，特别是这个鼓膜与外耳道耳壁有一个夹角，一个凹槽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始终是我们这个职业啊处理这个外耳道最棘手的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我有了这个工具处理起来，我感觉还是特别的不错。大家等会儿会看到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情况啊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搞什么？这样开心点了吗？可能就加的要高一点了。现在有很多我跟你讲嘛，戴这个，做洗脚上和那个。耳朵啊这些的，他有这个需求。哦，你暂时没说话啊，你这套进去了吗？不同吗？不同。你来一个消炎乳呢？啊，你给我吃一下。那个掏了多少个？我进去。OK。就是有一种麻木的感觉，就没掏到，所以说我觉得这边肯定有问题。就是你用工具掏的时候，感觉没有掏到皮肤上，是吧？嗯，感觉是给了层东西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对，可以，就是掏到这个耳屎上面。以前住在这附近干休生的，不是干休生的哟。喂，哪种都是，疼不疼？疼。我平时人给刮。你用啥子给他刮的？就是掏耳朵的，挖耳屎。挖耳屎怎么戳你呢？我就能刮，不是还有那种头头上带个灯的那种吗？那种夹夹，我给夹，我也夹不动。哎呀，那个都被完全剥离开了，那种情况。庞然大物。我说我看吞口水。你不对他笑。哎呀，
是从出生到现在积累下来吧，就是。不是不是，他要是应该之前一个感染，就长这种皮皮，要么也就是自己老师掏的。手好温暖。现在主要是最下面这一块，对不对？那个像哪个样？棉絮。小刚，你一定不能碰那个床。嗯。他这房间全都是。过来就是肉卡。那就下面就是皮肤。嗯，你老是去刮它嘛，你刮也刮不下来，就刮到皮肤上面去了。嗯，我是刮腿呀，就那种腿。那个理论上，理论倒是准确。这个，我现在里面就干了。那下面好像还有点点。嗯，晓得。那里面反光那个地方是啥呀？鼓膜，这一块都是鼓膜，肯定。哦，那就是可能那个有问题就听不到了吧？不至于，耳朵没像你想象的粗。只要你听觉神经能受损。所以平时不要去老去掏它，你反正你也掏不出来。嗯，对。再去搞耳朵，全部都搞上。基本上干净了。